是吧？不是剪头了呀？ 你们啊，还不行。我们家还有那个换头的，是吧？那个还有那个，你瞧，像那个我爷爷那个就是真的，因为老子我爷爷就干这个。我父亲、我爷爷都是外祖母家都好几代都干这个。你也买房买地了？买了房了，那这么多家建成没？现在啥了？没得起。你们那一个月多少钱？那没多少钱。 3000多4000，能买到早一点。哇塞！你在北京你能买得起啊？北京买个厕所都差不多。好嘞，你走。你说这个环境里了，心情好，凉快，对吧？你到那儿是吧？难受了，憋死你。 5000，4000，5000啊，行，下午给你啊。嗯，你卷烟吗？不卷了，不卷了，嚯，卷一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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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个。老先生怎么扭啊？啊，这么着吧，就是变，修边呗。嗯，这个减短点。对，我也成行家了。别推小了就行，脑袋就长活的再推小了就更难一点。没事，这岁数不在这个，反正也不搞对象了，是吧？对。 <笑>老伴儿，人家不干，<笑>开玩笑，这玩笑开的。那怕什么呢？咱们这岁数怕什么啊？咱们这就怕能多活两天，这行。这多活两天是吧？这一中午你也不吃饭啊？啊？是啊。我看这在这儿对付。对。啊？对。我没走过。不是你也该注意点身体了。哎，天天在外头风餐露宿的。啊？20年了。我是。 天天这风餐露宿的也要命，人家退了你还不退？嗯，对，还弄点余热，点点余温。<笑>有一分就是化一分光嘛。<笑>嗯，对，差不多就得了啊。这钱哪有够啊？回首老头这钱包满了。<笑> 现在好多小年轻的都不会喽，就这个老一套的这个刀子上。你有40几了？有40了吗？啊，你有40了吗？45。啊，45了，往50上奔了。嗯。换下去，是不是？你就一直干这个？啊。没参加过什么工作呀？没有。打十几岁就学徒嘛。啊，你这还学徒呢？啊。 在上海，那时候学徒的时候，在那个供销社，供销社理发馆。那时候在供销社理发馆，还有食堂，挺好。食堂的饭做的又好吃，那干嘛不干了？ 咱们不是学徒的呗，干完了学会了还不跑啊？人家那是供销社，人家那是知识分子。金主一摆手，就是1000贯。你要愿意卖，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。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哑火。
哎呀，今个都废纸呀，卖的。慢慢的啊。还有。就踏实了啊！哎，那不冻得糊涂了，先刮胡子哈，烫胡子，我们倒着来。我现在做好了，靠着啊！慢点，别动，别动，我劲大了，你逮不住了。有，刮胡子了，你看，等完了啊！哎，完了，上半年还挺好的哈。上半年还挺好的，对，还挺客气，跟我来了，低头跟我打招呼。您听完了还说到谢谢。老爷子今年多大了？90了、还可以，我您挺孝顺的。不孝顺吧？对，对，人在世时候，在这老人这时候正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照顾的时候，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。那对。对，养老呢就是为了防老。真正老人现在国家都对老人都有优待嘛。好，老人身体岁数大了，不然都不给您添麻烦。变牛了。行了，来，坐下去。哎，往上坐。娘磕头了，这一去年庚卢日三今年32岁，临出30有余。免费的，这要修修，介绍你这要修修，这个要修一修，该修了，对，刚找一修修，你看，我看一看，你看。这多少了，是不是啊？来剃成秃瓢了。不要太短。我知道。要素的，要露素。今天晚上怎么吃啊？大概今天晚上回家。吃饺子，自己包吗？对，我自己包的。前几天我的朋友跟学生来，我们包饺子。包好了是吧？都包。好像下的饺子是吧？对。花椒油、麻椒油是不是？内胆醋。对。内胆那个酵母汁是吧？我大部分的我都是吃花椒。就吃花椒。加花椒跟。葱姜米弄吗？葱蓉、蒜蓉，不知道。蒜蓉就老蒜、大蒜。大蒜泥。我自己加那个花椒跟。花椒跟醋。是吗？我们美国没有花椒。美国没有花椒。对。回去的时候带一点回去，给你伺候，孝敬你老妈。对。对。回去把中国这好吃的带一点回去。对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。到有空的时候，有机会、有时间的时候回去一趟，是吧？对。在这边。准备多少年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一辈子。我不要，大概不要回去美国。不回美国了。我就在这一辈子了，是吧？对。欢迎啊！谢谢。你是中国的固定老朋友，是吧？有在这边有一些朋友。对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是吧？对。我们是老朋友。有时间回去把老母亲接过来到这边来，是不是？你在这边，他在那边，行吗？
肠，多少？2块钱。两美元，给我2美元就行了。多少钱？还十块吗？你一张，我给你2张，我给你2个。一张给我2张，是不是？你又赚了。刮了一次，这个病看好了呗，就把它还刮一下，他们说要长得好一点。对对对。我就来刮。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那个不是刮掉的，他在脱发，哎，叫我让我给他刮的吧。现在他妈长得倍儿棒。是。那天来问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说我不认识你，说你给我剃的头啊。我不认识。是啊。怕你的头发长出来了，怕我一下认不出来，是吧？我还有1个月的放疗，放疗那个就不掉头发了。下回那瓜赶好天了。好。大概就是。对，你别赶那个大冬天的，赶好天过来。还有。好。谢谢了。不谢不谢。我给他。你给我可不要的。那你给。下回差不多来就有点凉了。下回来你就赶上这个大太阳，好天都可以啊。慢点啊。刮一刮，他妈就头发就硬了，到后来他就好了。慢点啊！你放心吧，好不好？这里面可以。我们家也有孩子，都是工作，都是那个。那你们家孩子可好？我们家孩子大。回来就是还做饭，还那个把洗一下，先把身上擦一下，就是回去就是做饭啊、弄菜啊，就是头发渣了。干我们这行是最脏嘛，没办法。尤其夏天刮风出汗，身上都沾着到处都是头发渣了。你看，我从17岁就开始就，我一正式干的时候13、14岁、15、16岁就开始正式出去干了。在学的时候，我在那时候
我们在家里的那些生鸭子，我们顾着长着走，走到去能挖到脑袋的时候，就给人家掏耳朵、关脸、剃头，就这样了。像我来讲，我说的是，只要有一点好处，我不会点这个。你对着这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只要水没水，文化没文化，打小就干这一行，就是，是不是？这是都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因为我们在外地，在出门在外享受，在家里享受，出来就是辛苦的，挣最大的努力，都挣一份工资维持生活。我们来北京的时候零几年的，零四年。叫我们祖父母，反正打小走，叫苦也苦，叫那个也，打小就不能丢在家里，四岁就不能丢在家里。在父母给你那个带到我们这儿，带了你一年多，上学我们没人照顾他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不是，有时候过来他说他老妈老爸你心太毒了，我才四岁，你就把我丢在家里了，他就跟我们这样说。有时候说他妈都流眼泪。在这个他妈在人家上面给人家干活，人家好多好大的孩子跟他后头追着喂的，给他吃啊这样那样的。你像我们孩子那么小就丢在家里，你像我们在出门都不容易。小月可能，小月搞了四个是啥？老师也跑了，老师搞了一个吧。我活少吧，我活比他们都少，我比老师他们哪个不少？我这最，我是第四名的，现在小月是第一名的，他那干活又快又巧又厉害，现在他你们都不行。为什么？这几个人在一块，这几个人都斗心眼的，你看这四个地方。我一天到晚我就在后头待着，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待着，啊，都一样。这，你说这四个人啊来着活，今天你来晚了，你先盖个章，没有。我们那时候在三角地的时候，那时候来人，嘿，大哥你先干一个，我待会再干。现在没有那个师傅，没有那个媳妇了。你现在就升到那四个人还在斗心啊。一开始来我不是我们四个人，我到这个地方来是七个人，在这样的地方，但我自身就是七个人，我走的人后剩他们三个人，我也走了，我七个人走了三年。那时候人多活少，是不是啊？老是干不到多少活，有时候就是来一天干不到机构，或大家伙一直在绑着你，让我们家里都指望要经费，我能在这耗得起吗？是不是啊？后门口人也是，我走了，后他们那两个人又走了，后他们还有人打电话说你去再回来再这样干嘛？你跑多远？我们不习惯，你还回来吧。后门又回来了，就这样子。回来他们就不高兴，怎么那个嘛？那你能叫你叫你是就你叫你的。别互相闹着矛盾，你叫动你干，叫不动就算了嘛，是不是？叫不动反正哦，人家上我这儿来，你没叫动你就不会。那人脑袋长在人脑袋，人花钱，人消费，人自由，人愿意上哪就上哪。我承认我媳妇也是这样说，别跟他们争，都干一个事干，就那一回事，是吧？你还给人家干活了，同行谁家同行人家，你不干这行你不知道。就这个时候，我们老师虽然我老师。跟小雨没说话，那会他不强，那会我也强，这是实在话。你今天你都干一会，你钱到你用你呢。他这个本身真的，他就是勾心斗角，就这意思。不过在这嘴和心不服，反正是说话，开玩笑。那你招完分有点难。这边经常没雨，没雨说今天还少，早起来下一场雨，那个一点，然后不再办了。哦，你欢迎你老太来了。
好，好就要把你卖给他了，好了，买两万块钱就让给我，啊，哎，媳妇好啊。俺两万块钱把你卖给我了，你家庭和睦，哎，心平安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。那好，都开。你俩都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你把衣服穿回来，衣服穿回来。你买啥去？让你媳妇看看。这媳妇好。媳妇没见你这点也不加穿，让你等外面啊，媳妇好。谁都想出来一点，只要都嫩一点了，都嫩一点没人啊，你怎么拽人家是吧？是吧？拽只能拽人家。要我今天活少多了吧，是吧？你看到了吧？没什么活。剃头剃少那都无所谓的。我今天他我不是天天活少，是不是？那稍微那一天活少，那很嘛正常啊。我到冬天有时候一天不开活，一个不干了，都那事。说了多少对？我们家现在是大户人家，十二口。他就是不吃饭。让他回家吃，让他回家吃。这个不一样吧？稳定了，不是这事儿就那事儿。我家我们家新城的房，我的卫生巾都值钱。不要满口话题，你们要我算真心。这次你们去反不是不怎么入情。